果冻，我来打卡了。吃早餐先来条果冻。你们如果是就是一天吃的东西比较多，或者是你们着急的啊，就可以早上喝一条。还有一个就是你们能接受一天排的次数多一些的啊，就早上来一条。喝完以后喝一杯温开水啊。然后早餐，这个是我刚刚弄的谷物脆脆火龙果。放的低脂酸奶，鸡蛋，放点油醋汁，我已经油醋汁吃习惯了。没有一笔新的模块订单。鸡蛋可以吃一个整的啊。吃一个整的，剩下的都吃蛋白就行啊，蛋白可以吃到饱。其实你就像我这样吃一碗，然后再吃一个鸡蛋已经饱了。早餐的话就是吃的越有营养越好。你还没吃饱的话，就把这个蛋黄给它去了，只吃蛋清啊。鸡蛋的话不要煎啊，就水煮就行。这样既简单又美味的一个早餐就结束了，就这样。果冻啊，你们好好坚持，好好喝就行。有任何问题随时来找我就行。咱们家果冻啊，真的是绝绝子，效果真的是特别好。